感觉是银色的比较帅一点。佩服我自己，昨天洗车，今天下雨。Alright guys， 欢迎回来 Rock 频道。今天是大家期待了很久的关于护肤工业最新这个保管叫做酸雨的一期分享，非常的主观，因为是我希望它能融入我的日常生活，然后从中获得一些感受，然后把这些感受分享给大家，而不是说简单机械的聊参数来去评测。我不喜欢这样子，所以不一定适合所有人，但是希望我的分享能给到你一些选购的帮助。那这一次影片我想尝试稍微再做轻松一点，或者说是更加贴近生活一些，能够最大化的把它在我日常生活中的真实的使用场景给它表现出来。那么我这次呢就出比较多的外景了，那同时我也会再聊一些这款包真正的在生活中的一些使用感受，然后同时再简单分享一下关于他们这一次新的一些设计上的改动和一些细节的处理。OK， 现在先吃点饭，然后赶紧过去岭南天地这边有个咖啡站，对，随便吃一点面。每一样都推荐各位过来吃，也不了解的朋友们简单说一下，现在这个地方叫岭南天地，算是有点像上海新天地的一个怎么说同款或者分支，不过是岭南版，就是所有的建筑都是原来早期的岭南风貌，基本上没有怎么变，只是翻修了，然后把它变得稍微规整一点，商业化一点，就是一个挺好逛的地方。看一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咖啡店在这里，然后去他们摊位看，在这边。现在想去景咖啡，因为之前一直都有喝，我觉得挺好喝的。我有个问题啊，你们有多少人会喝咖啡的时候换成这个燕麦奶啊？扣个一，如果你是喝燕麦奶扣一，喝牛奶的话扣二。因为我自己呢，就通常都会喝牛奶，我不爱喝燕麦奶。这个燕麦奶。那个车很受欢迎啊，去看一下。那个沙包的拿铁，海拉花特别帅。这个位置比上海新天地要大很多，而且它只开放了一部分，所以就很多空地可以去摆。我觉得这个规模还挺大的。就算没有咖啡节的时间，这边也蛮好逛的。比我早几年来的时候，是开新店又更多了。酒点也不错，他们在加马来西亚的店白天是咖啡店，晚上就可以喝酒。我哋跑圈多，到底系都话都冇揾过佢。揾到啦，攞啦，攞啦，我十分得噶啦。哦，啊你好，系啊，我要俾多啲啊，我要俾多。哦 ，OK OK。
OK OK。刚刚好。哎，那个还冷不冷啊？他们这个葡萄酒的底的续命，我觉得叫得很对，尤其是这种天气这么闷热的情况下，喝一杯冰的还是特别对。那配合酸雨这款薄的黑色版本呢，我的裤子是康康的一条春夏季的短裤，然后衣服是 RL 这一季的一件 T 恤，它是速感的，我觉得还不错。鞋子就是万年不变的萨洛蒙了，我觉得这样的场景还比较适合酸雨这款包定位的啊。我觉得这个包呢，它主打的就是低调和实用，这样的场景是非常适合它的使用的。然后并且它也确实轻量化的同时，我背这么长时间，虽然说不是装满的状态吧，但是我觉得也不会说对身体或肩膀有特别大的负担，还挺舒服的。那大概就是一个上身的展示了。然后这款包的尺寸跟我的身材，大家可以看一下你背的效果大概怎么样。我大概是174/62这样子，上身的大概它就不到我的屁股，对，在我的整个背部就刚刚好。我觉得这尺寸日常背是很舒服的，所以它也是叫 day bag 嘛。OK， 那么这一次呢，酸雨这款包也是他们这一次新的直线系列，叫做 PMS Permission。那酸雨的型号就叫做 PMS01，是这个系列的第一款产品。就这整个系列徽标支线都是面向专业用途的一些领域。那么酸雨这款包呢，它定位是比较小的，它最大支持到13寸的笔记本电脑。如果你是14寸的比较薄的那种，应该也可以放得下。我说的是主仓的电脑仓。如果你是像我一样用15.6的 MacBook Pro 这种体积的笔记本呢，也能放进主仓的大仓里。但是我就不推荐这样做了，因为它的主仓底部呢没有那个海绵缓冲垫，对你电脑的保护性呢会稍微弱一些。所以说大家从它的体积和尺寸上呢，其实也能看得出来，它这次的定位是面向于都市日常通勤或者说是 day pack 这样的一个定位。比较的轻量化、模块化，比较的简单便携，然后外观设计上呢，回归了他们最早的这一个想法，就是非常非常的实用。这种大包套小包、子母包的这种设计感觉呢，其实从小到大应该也看过无数款包都是走这个风格的了。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外观设计呢，你可以说它不出彩，但我觉得也挑不出任何毛病，因为这个就是真的很实用的一个设计。这次我收到的几款样板比大家也早不了几天，大概是有2周左右的时间吧，然后我就着重拿其中一款包来做体验。这段时间用下来呢，我个人觉得它还是比较让我满意的。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但是我在生活中确实无数次印证过这一个想法。比如我很喜欢的歌手出新歌了，那我会想听一遍专辑里的歌，然后选一首最喜欢的，我要反复听，听他的拍子啊，听他的词啊。但是听着，我的思绪就飘走了，会去想别的事情去了。那回过头我才发现，哎，我错过了好多东西，那我就从头再听一遍。无数次我都会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然后这个时候我会觉得这样的一首歌会是一首好歌，不会是因为它用了多么特别的技法，或者说它制作多么精良，只是能说它恰到好处的跟我的磁场产生了共鸣，能让我思绪沉浸在它其中。我背这款包在生活中呢也有这样的感觉，不断提醒自己，哎，我最近在体验这款包的一些感受，我要把它记下来。但是背着背着我就完全忘了，因为它实在是太好用，太实在了，就是真的我没有挑出任何大的瑕疵或者说缺点，就真的是非常日常，非常的实在。尤其是 Cordura 面料的版本。那这一次呢，他们推出了两个面料的版本啊，一个是 Cordura 版的，另一个是 Expect 版。那 Cordura 版本是有两个颜色，一个是纯黑色，还有一个他们叫做油漆冰绿。我不知道这几个颜色或者说面料，对你来讲是哪一个吸引比较大呢？看这款包外观之前，我们简单还是跟大家对比一下我之前分享过他们那一期，关于猎户座这款双肩包的分享。如果你还没有看过我分享这款背包的话呢，你可以去看一看。这款包是我当时觉得比较适合都市通勤使用的一款双肩包。他们两个有重合的部分，但是也有相区别的这个领域，不知道你喜欢哪一个。就只看外形的话，你会更喜欢猎户座还是酸雨呢？那它的体积和尺寸也就大概大家看一下吧。酸雨是比猎户座小了一圈，但整体的风格差不太多啊，我这两个都是 Expect 版本了。如果是 Cordura 版本的话，在外观造型和风格上感觉会差异更大一点。首先看一下这款包的外观，我们还是从最基础的配备开始。我特意保留了一个完全没有任何个性化改造的原始版本，就是大家如果购买这款包拿到的样子就是它现在这个样子了，没有任何的改动啊。Cordura 版本的呢，整个面料就是 Cordura 500D， 底部是 1000D， 更加耐磨一点。所有的扣具都是这种塑胶扣 ，Expect 的话会有部分扣具替换成磁扣，也只是部分而已，不是特别多。那整体呢，除了这些之外呢，这两个面料版本就没有任何区别了。那所以说我个人觉得 Cordura 版本是更加实惠的选择，而且呢，耐用性我觉得也会更好。就算哪怕有些什么破损啊，也比较好修补，或者也不会那么太心疼。我个人比较喜欢它的几个亮点设计，就是说，一如既往的它跟上次的那个猎户座是一样的，顶部、底部、侧面、后背都有各种不同尺寸的把手可以给你去拎，然后并且后面呢依然有这个行李箱穿孔，你可以把它打侧套在行李箱拉杆上。那么这种大包套小包的这种经典设计吧，
种外观我觉得不攻不过。好处就是它百搭，不需要穿的很夸张或者很机能或者很军事，你就是一个日常的普通人背这款包出去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不会有任何的不称。那么外观上呢，外面的拉链口袋表面有一个大的拉链口，里面呢是没有任何毛面的，这里就没有放任何内膜外系统的空间了，它是一个快取仓。然后再拉开侧面的拉链，它是副仓的主开口，然后里面就有一个纯毛面的部分。这个部分呢有三个直插袋，就比较适合放一些 ADC 小物品。那开口这边的空间是有两个网格的拉链袋，顶上这一个是双头拉链，底下是单头拉链，那这样子就方便不同是左手或者右手的人都能比较快取啊。但是这里有一点要注意，就是一些细节，不仅这款包，所有的包款使用都一样。就像这种位置设计，外面有一个拉链，里面有两个拉链，但它们其实是共用这一片薄薄的空间，所以你外面如果放的东西多，里面相应的东西只能放少一点，不然的话也会顶着后面的位置。那所以说这个不是说拉链越多越好，我个人觉得包款的空间设计还是需要克制啊，它会遵循一定的逻辑，毕竟空间是死的就那么多。当然这也取决于你自己的使用的习惯了。我个人在这一个拉链仓呢放的都是一些最不重要的东西，就是什么纸巾啊、湿纸巾啊，或者是一些票据之类的，比较薄一点不占地方但是又需要快速拿取的东西。然后顶上开口的位置前面有一个小的拉链仓，跟底下一样也是一个快取的位置，但这上面呢空间会更薄一点点，不过也蛮大的，就你看到的一整块都是。当然它跟里面同时也是 share 这个位置的，所以也是我个人觉得只能放薄一点东西吧。然后前面这里可以看到预留了几个支带的位置，其实这些呢是给以后他们出更多的配件使用的，或者说有一部分位置也是预留给这一次的委托方有一些军警的领域需要使用的一些配件，但是我们日常消费者就基本上用不上那些东西，所以我就不讲了。关于那些军事化的元素大家可以去看军宅的分享，我这边就只是在 lifestyle 方面去给大家做一些简单的体验。那这次的士气章呢，他们也是采用了一个双层滴胶，就质感比之前的好了很多，然后也厚实了一些。那来到两个侧面呢，大家可以依然看到这么简单的造型上回归实用设计的外观，他们依然保留了相当程度的可扩展性以及可定制化的区域。两边保留了两行 Molly 可以给你挂腹包，然后每一侧都有两根这一个多奈夫滑扣组成的压缩带，它可以压缩这个包的薄厚度，或者说你可以把它拆下来挂在底部，底部依然有这个 Molly 的扩展，你可以把它挂在底部。那我自己的改造呢稍后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OK， 那这就是整个正面和侧面。来到背面呢，其实也蛮多东西的。首先就是顶上有一个快开拉链，这是双头的一个同心直锁拉链，背后的侧面呢，这个他们叫做 CCW 仓，这里是一个非常薄的部分，它只能放一些薄的东西。如果你有 iPad 的话也可以放进来，但是 12.9 的 iPad Pro 还是要放在里面的电脑仓。后面的这一个呢只能放11寸或者以下的尺寸。顶上这一个双头拉链仓打开里面是直通主仓的部分的，那这一次他们的背负板呢就直接是内缝在这一个背部了，没有说拉开拉链可以把背部板拿出来，让这款包简洁一点，使用方面简单，不会看起来更麻烦，制作上也会比较简单。并且最大原因是因为这款包尺寸小了，上面背负的时候不会覆盖到你的肩部，下面也不会覆盖到你的下腰那么深的位置，所以理论上来讲它用不到弧形的背负板，一个直直的板内缝在里面就完全足够用了。并且这个板的好处也是可以说不会在里面放异物的时候顶到后背，背负的状态呢也是挺舒服的。并且不管是肩带也好，背板也好，依然的都是这种六角形蜂巢式的这个透气网，背负的感受和透气性都不错。反正我日常出门背一天啊，单肩背累了换双肩，双肩背累了换单肩，其实问题也不大。那这就说到它最大的一个设计亮点，也是我最喜欢这款包的一个部分，就是它可以单双肩切换。那它这个单双肩切换的原理或者说它的设计方式跟我之前接触到的都略略有点不同了。默认情况下它就是款双肩包，那大家可以看到它肩带顶上有多了两颗新的扣具，这个扣具呢我也是第一次见，然后这是他们专门定制的来自武警的扣具，同时这个扣具的拉绳还是 Denima 的拉绳，就是非常非常的耐用。那么这个扣具呢其实它挺简单，这有个小箭头，如果你可以仔细看到的话，轻轻一拉它就可以打开，然后它没有任何的那种弹力机关，它的形状是固定死的一个塑胶，只是靠塑胶自身有的微微弹力，然后去把这一个小开关给它顶开，里面的咬合部分就打，很简单的一个机关，但是非常非常的耐用，越简单的东西就越耐用越好用啊，我个人是这样觉得。那么在双肩背的情况下，如果想要切换单肩呢，打比方我自己是惯用右手，那我就是会背左肩跨到右边来这样子，那我就会把首先是把面对背部右边的这个背带给它卸下来，整个拆下来之后呢，我个人的习惯是把它直接收进这个CCW仓里面，这样收进去呢也不占地方，然后你把拉链拉上它也不会顶到你的后背，然后再把顶部的这一边剩余的一根背带换到另外一侧，就是看你自己的使用方式了，如果你跟我反过来的话就是反过来操作，然后就搞定了，就这么简单，就可以变成
单肩背的状态，然后它单肩背状态下呢，竟然还可以做三点式背负，就是刚才那一根肩带的底部可以连接到本身胸口扣的这个扣，然后就变成了三点背负。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聪明。然后呢，我自己这样子操作了一番下来，也解决了我对这款包最大的一开始一个疑惑，就是为什么这个肩带做的这么宽？它的肩带甚至比猎户座的肩带还要宽还要硬啊！猎户座的肩带也只是一层面料加海绵嘛，在此基础上两侧还要加一个直带去做包边，然后整个肩带就特别宽，特别的硬挺。双肩背的时候我调的比较紧的话，甚至会硌到我的腋下或胸口，我当时觉得好奇怪，为什么做这么大。那直到我单肩背了我才明白， OK， 原来它是为了照顾到不管单肩或者双肩背负的情况下都能有一定的舒适性保证。这么宽的肩带呢，单肩背的时候是完全不会觉得压肩膀的，我觉得这也是很厉害的一个地方。那么 Cordura 配色的版本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不知道你会更喜欢哪一个。我个人觉得黑色这个会更适合啊，不管你是军事或户外或者是日常都可以使用。像游骑兵绿这个配色呢就比较显眼一点吧，不像纯黑这么低调，它比较适合我觉得是户外出去玩啊，然后一点点军事风的感觉，考虑一些偏向于军事或 City Boy 的造型。当然这还是看你自己的生活方式啦，没有什么穿搭的定律。 OK， 那么这一个游骑兵绿呢，也是我稍微动了一点自己的想法去做了一个个性化的改造。首先这一次他们随着包呢会附赠你带拉链头，也是他们这一次出的新品新的配件吧，我觉得是出这么多配件以来我最喜欢的一个小东西。我恨不得把所有的拉链头，我现在看到一个不适合拉环式拉链头的我就想把它换掉。他们出的拉环式拉链头真的非常好拉，默认呢他会给你一包四个黑色的款式，那如果你觉得不够用的话，你可以在后期去他们店里补充其他的颜色啊。他们这次有夜光，然后有军绿，有灰色，有橙色，当然还有最保守的黑色。这个我觉得是区分你自己对于拉链重要性或者说是使用方式的这一个最好的分类了。它有点像我们的收纳整理的概念一样，给你的拉链做一个分类。像我这个包上面呢，主仓最大的主拉链头我就把它换成了橙色的拉环，底下这一个还是保留原始的这个小拉环。这样子呢，我哪怕盲操作的时候我也不会拉错拉链，我拉到大的我就知道往上一拉肯定是开，而不会说拉半天还是闭合的状态。那下面这一个呢也是换成拉环式的，但是我就用了灰色，这样子也能区别主仓跟副仓的拉链，在颜色上橙色会稍微醒目一点。然后四七章呢，这一次出的四七章除了他们随包附赠的那个酸雨的之外呢，还有一系列的这种新的四七章，我觉得也是蛮好看的，尤其是这一个橙色三角和多边形，真的是有点全境封锁的感觉。那么军绿配橙色我觉得也是万年不变的一个好搭配啊，大家可以稍微参考一下，我觉得这个还是蛮赏心悦目的，就是这么低调一个包款上还能做出一些好玩的个性化定制，真的不错。肩带的部分也是用了个拼色，我觉得挺好看的。 OK， 那这是 Cordura 版本的，那我们要看一下 Expat 版本。 Expat 版本呢也是我这一段时间以来用的最多的一个包款。这样虽然我觉得可能 Cordura 版本有些好处我感受不到，但是大部分关于这一款包的设计呢，大差不差，我就应该都能体验得出来，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和分享。这样子啊，感兴趣吗？哦，是葡萄荔枝风，哦，我觉得不错。然后还有冰淇淋的，然后这是椰子口味的。这一款 Expat 版本呢，它的名字叫做蝶影绿啊 ，Spy Green， 也就是印证了它这一个颜色，型号叫 VX07， 它有点像之前他们出的那个轨迹灰，不过那个轨迹灰呢是 VX03 的型号，这个稍微厚实一点点。然后它的颜色我觉得非常的迷，我不知道能不能在画面上清楚的还原给大家。说真，肉眼看上去效果也不是很能确定它到底属于什么颜色，因为这个灰它还挺狡猾的，真的有点 Spy Green 的感觉。这种光泽度的面料呢，不同色温的环境下看它给到你眼睛的反光感觉不太一样。暖光情况下呢，它会有点偏暖，暖暖的那种深绿的感觉。如果是冷光情况下，它会有点偏青色，但是又是灰灰的那种，
总之就还挺迷的，我真的不太确定它到底属于什么颜色。饱和度比较低的颜色呢，真的是非常耐看，我个人觉得它的颜值真的挺高。然后它整个审美呢，区别于 Cordura 的版本呢，它会偏向于都市一些，所以说它也是更适合在城市中当做 day pack 来使用的。当然它的价格会比 Cordura 稍微高那么一点点，就看你自己日常的风格吧。如果你的风格比较强烈，你确实在配件中需要配合你自己的日常使用的风格，我觉得无可厚非。你现在看到它的状态呢，就是我个人个性化改造之后的一个状态了。左边的侧面我换了一个小的直插袋，用来备用一些小的东西，然后这一边的压缩袋我还保留着。不惯用右手的情况下呢，保留左边的压缩袋，一个是为了后期如果捆点什么脚架啊或者是别的东西可以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有限位，我不想拉链直接拉到底，这样子开口开太大了。右边的开口的位置呢，我就把压缩袋拆下来移到底部了，也是为了外捆东西方便一点，然后这边拉拉链呢不会影响到。然后拉链头我就换成了军绿色的这种拉链环，好用很多。这是主舱拉链，然后副舱拉链得益于它侧面有魔术贴的位置，其实它本来给里面的口做快开准备的，但是由于 Expect 的版本它是压胶拉链，所以没办法快开拉，我就把它装在外面了。我觉得也挺好看，然后比较醒目，这样子也能起到一个防盗和限位的作用，因为它一旦穿过这一个拉环式的拉绳呢，其实就可以说是拉不开了，然后把它贴住，基本上位置也挺稳的，不会说动来动去。里面呢，我装多了一个他们这一次新出的算是收纳包，再拿一个原本的样子给你们看，就是没有改造的时候它是这样子的，就一个非常低调的拉链包，然后它是前面有一块透明的位置可以可视化看到里面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个魔术贴的毛面可以贴示一张给你做一些分类。然后它的开口比较好，它是一个粘面开口，开了之后呢也是可以整个这样打开，拿东西很方便。然后这样的好处就是不管你竖的或者横着都比较好用，背后它是一整块大的魔术贴面，还挺牢固的，然后这样你就可以把它固定在有毛面的任何位置，包括之前的几个包款只要它里面支持内模块系统呢它都可以贴，我觉得也不错。但对我来讲呢，我会把它就直接这样子用了，然后一些重要的一些证件或者说必须随身携带的一些小零碎吧，我都直接塞进这块包里面，哪怕换背包使用呢，我也不用每个地方都整理那么麻烦，直接这个小包丢过去就可以了。那这是一个改造细节的部分，就还是依然是把拉链头都换成了橙色，这样子比较醒目一点，找也好找。网格拉链的位置呢，也是换了这个拉绳的拉链头，我觉得换了这个之后呢好拉很多，是不是感觉拉链头的绳子越长越好拉，好像有这个道理。那直插袋呢，就是我自己一些 EDC 小物品了，都是来自军宅的爱，这个是我自己快开一些脚架的螺丝口用的工具，然后这边是军宅推荐的手电筒，还不错，就没什么太特别的地方了，像又变成了 What's my camera bag。 不过这个包呢，它严格来讲不是摄影包，如果你用拿它装相机不是说会有问题，但是相机一定要有别的保护，哪怕你多一个海绵垫或者是多一个内胆包都好，不要直接裸的丢进这个包里面，因为它底部呢是没有防护的。然后右侧的外面呢，依然是把 Molly 这个部分装了我最喜欢的星期五手雷包。很多朋友问这个包现在应该真的不太好找了，出了很久了。然后还有一个比较低调但有意思的小改动，是我把背后 CW 上顶部的这个位置靠近我惯用手的方向呢，换了一个口哨拉链头，就它在紧急情况就是有一个提醒或者说警示作用吧，它不用很大力就能吹响，还不错。然后平时它就是一个低调的拉链头，我觉得这还蛮好玩的。如果你们好奇的话，它是 Nifco 的，就你可以自己去买来替换一下，这个也不是很贵的东西。然后内部呢，我就没有做任何改动了，因为像我刚刚讲的，如果你要里面放一个收纳包做内模块的话，它会侵占一部分空间，所以我就没有放，主要还是拿来放相机。并且这一次的好处就是说，他们在这个主舱的内侧两边的位置也做了毛面，这样子你可以放一些比较好收纳零碎物品的那种 EDC 的直插袋啊，他们在内模块里面有提供，大家可以自己去选购。那我就没有贴太多东西了，这就是大概的一个效果。这一块就是他们这一次新的徽标支线特别的 label 了，可以给你提供自定义写名字的位置。那么这大概就是 Expect 我自己个性化改造之后的这样一个效果，不知道你会给他打几分呢？我个人还是挺喜欢的。 OK， 那么这就是对于这款包我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感受和分享了，稍微的主观一些啊。那我是能感受到他们这一次的产品推出来呢，虽然说有受到委托方一些要求，说我需要哪些特别需要的功能是一定要做的，但是他们在这之上呢，也能把它在兼顾专业领域的同时兼顾到民用的使用，我觉得真的是挺不错的一个设计啊。然后在日常生活中呢，我觉得确实也是泛用性目前来讲是他们品牌里面数一数二比较广的一个产品了，真的是适合很多很多不同领域的人群或者说是使用场景。购买建议的话呢，如果你没有特别高的这种都市审美的风格搭配上的需求，一定要选 Expect 版本的话呢，我建议就买 Cordura 就好了。
因为它真的是便宜耐用，然后低调实惠也好看。个性化方面，大家就按自己的需求去选择配件，不要说看别人装了好玩的东西你自己也买，但是其实并不适合用，这一点我觉得大家要特别注意，其他就没有太多什么我觉得需要啰嗦的。我觉得它是个非常成熟的产品，不需要我再去赘述它的好处，反正它在我日常生活中呢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帮手，可以这样去定义它。 OK， 那么这是简单的一期在生活场景与讲解中穿插的一期体验感受的分享，希望你们会喜欢这样的影片的形式吧。也算是我的一个小尝试，大家可以给我一些反馈，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希望你给我建三连，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点一下订阅，那我是 Rock，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